学雷锋手抄报教程来了，用咱们万能的尺子画边框，尺子拓印画天安门。尺子拓印画出向日葵，因为主题是向雷锋学习，那么我们可以画一本书来作为文字边框，画上雷锋。画上五星红旗，写出主题字，再画一面红旗来作为另一个文字边框，上面画上太阳跟云朵，最后涂上漂亮的颜色。这样的手抄报你喜欢吗？